没有，你吐口水，呸呸呸就好了。什么什么？哦，够了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毛爸。因为接下来我跟小毛要出远门，有一个活动要参加，那他需要我们先做 PCR 检查，看这个肺炎到底有没有。那他已经寄来给我们了，是这个 PCR 检查 kit。它这个很简单，它不用搓鼻子，也不用什么，就是用一点口水。那把它寄到他的这个检查中心之后呢，他就会帮我检查，说我到底有没有得这个肺炎。我跟小毛两个要做，那所以就从我先开始。他有这个东西，里面呢这边有放 1.5 的口水，你要不要一起做？不要。你看这什么？你看滴了很多口水了，然后把口水放进去，好不好？用他的吸管。你要看哦，很要，然后口水加进去之后，要加入它的这个叫做不活化液，让它可以不活化，这个加到这个里面。我把这个盖起来，这样子再把它寄出去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呢，他说用这个包起来，附上他的橡皮筋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这个把它丢进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妈妹，等下换你了，来这里用一下吧。然后它有附专门的盒子，你看 PCR 检查检体在这里面。那我等下把它装进去都寄出去就可以了。还有小毛的，很小，这样子。最后呢，它有这个封的贴条是。Security seal， 把它贴在这里呢，贴起来就不会有人会打开它了。这个是小毛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会不会成功呢？妈咪，有大力一粒粒入管吗？来。不要！没有，你吐口水，呸呸呸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妈咪用这个才能去做海亚布沙哎，不用这个不能做海亚布沙呢。海亚布沙空马吉不是空马吉 ，N700 都要这个哎，好不好？加油，一起加油！吉吉刚用好了，因为吉吉跟妈咪要做对不对？不要！那吉吉帮你拿，自己帮你拿就好了。那吉。那你什么时候要做？那你什么时候要做？妈美，你什么时候要做？你跟自己说一下，你什么时候要用？你不要用啊、哦？那你不想做海亚布沙、欸？你要做海亚布沙吗？你想做吗？不想做。这个吗？这个很可怕吗？为什么？这个不很可怕啊，你看，就是口水吐进去而已啊，跟喝水一样的下法，咕啾咕啾，喂，一样啊。妈咪，太可怕了。
父だけ行かれたらね、めっちゃ困る。無理やりすんで、すが無理やり出すってめっちゃ結構怖いで。めっちゃ難しいな。やっていい。やっていい。やっていい。あれなんやんな、吸引のやつ。牙齿的时候又他妈的，哦，够。Good job.